大家好啊，我是哆啦 A 梦啊，有没有挂住我呢？我唔到喺2023年，大家仲听到我把声啊！喺未来真系咩都有可能发生噶，有咗 AI 技术，大家又可以听到我把声啦，声音模拟器。如果大家有咩想同我讲，或者有咩想我同你讲，记住 CLS 啦，唔系粗口啊，系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啊！大雄你好吗？冇咗我同妈妈喺你身边，你有冇努力读书啊？系咪仲系成日考零分啊？唔好令妈妈失望啊！虽然我哋已经喺唔同嘅时空，但系我哋一样会继续守护你噶。记住唔好放弃啊！未来系充满希望同埋无限嘅可能性噶。今日做唔到嘅事，唔代表听日做唔到，或者喺未来嘅世界，我哋会再有机会相遇添。好啦，大雄，唔好成日叫哆啦 A 梦啦，叫学下靠自己啦。系时候讲再见啦，有机会我哋一定会再见噶。叮当系永远都唔会老噶，拜拜。